那我录。录。开始了吗？等一下你就录我跟他的过过一对话哈。你现在是开始录？哦，是。救他！控制你自己的就好了，来相机给我。我有点担心了耶。没关系，可以。这地是分外哈。两分外。啊啊啊！所以也要迄落电，伊个甲时候都甲你。剪掉，剪掉，你要重新申请哦。嗯嗯嗯。还要花很多钱的。有啊，等一下我就去讲。稍等。左边是第一期的太阳能发电设备，那这边空地会做第二期50K 的太阳能发电系统。那现在右手边在沟渠旁边这个水圳旁边这个大概是两分地，也要申请。大约150到200K 的太阳能发电系统，它的设置面积就像左边这个一样，啊，大概会做段落式的棚架，上面放置太阳能发电板，啊，然后这个来做，这个农业设施、温室、网室啊等申请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这个云林斗南镇哈，这条有一条就站的高哈，这是什么高？这是白水高嘛？白水高，这内底拢是鱼呀，鱼呀，这不是滴猪猪屎都排到这边吗？嗯，没有，里面都是鱼哦。嗯，鱼啊。那我们右手边就是。我买三。我以前拢报团啦，即嘛拢报团啦。啊，老尾也想讲啊，迄个防无聊的种柑啊。我因阮姨啊。啊，这边叫做伦啊嘛。啊，伦啊。嘿，伦啊医生，伦啊医生。啊，咱拄啊经过鱼排医生。这是啥物症？即算鱼算男子段。男士段。林子段。男子段是爱哪段？哪段？哪啊第一条？啊，啊男子第一条啊，就哪一个啊？拄啊一条路就分两边。分两边，但啊这条路计改伊就讲这边哪，这边。那这个左手边这里是已经完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，大约是200坪的面积，然后它是用分段落式的方式来设置。未来我们右手边我会盖的像左手边这样子。啊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个棚架，总共是设置100个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系统。那我们这个南势段这块地的那个电线杆，这个是三项四线的动力电已经申请好了。那今年来申请，太阳能卖电，大概明年就可以整套都可以安装完毕。